刘兄姐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父亲节快乐。父亲节快乐。父亲节快乐。感谢主哦，咱除了有一个世间的爸爸以外，咱还佫有一个天父哦。我捌接到一通电话，我伫父亲节的即个前后时。这通电话让我真想，真真惊。伊讲父亲节跟我啥干？父亲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我了解伊的背景了后时，我知影讲伊伫细汉，伫这家庭内面，爸爸会避开其他人，甲避开伊无相像，所以感受到爸爸会毋是对伊疼，是哪想讲伊是假的，所以伊会安尼讲，毋是无原因。所以即个父亲节来临的时，其实咱每一个人对爸爸也是父亲节，拢有无共款的想法甲看法。啊，嘛是因为安尼缘故，嘛会影响咱讲对咱的天父的敬畏，还是无敬畏；尊重，还是无尊重。拄仔在唱诗歌的这位姊妹，伊失去爸爸有足大迄个感受。就是我看伊还做人徛伫这个台前，而且带人在敬拜上。我就知影讲，这个家庭的基督教教育，也是这个爸爸、这个妈妈，有将伊毋仅带到伊的面前，正做伊的囝子、查某囝，也带到伊上帝面前，因为伊是上帝的查某囝，所以伊才会当去徛伫咱的头前来带咱敬拜好了。虽然伫这个这几个时，心内真艰苦，也望上帝安慰伊的心情。咱三个按阿头来祈祷。亲爱主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你我伫这父亲节时，我阮有真侪伫思考的空间。祝阮恳求你祝福天下的所有的父亲，伊的辛苦着我。因为受济济委屈，济济无谅解，济济互人冤枉，有时阵佫袂使讲的即款的情景，注意佫一遍掏开因心内迄个结，也弥补伊心内所有的即个创伤。注意有时阵，阮发现，阮做囝儿是世人。阮对世大人的不敬，也是无尊重，来造成阮以后坐坐即个后悔。主伫即个时阵，阮拢来到伫你的面前，你只有被上帝才会通用慈爱、用怜悯、用主耶稣基督保护，来将阮受伤的所在来医治阮，来陶办阮，互阮真做一个。快乐的老爸，也真做一个快乐的家事。伫这个父亲节的时，恳求父上帝来祝福所有的爸爸，也恳求父上帝伫爸爸甲家事中间，真做一个真水的桥梁。我重新来认捌老爸，我老爸嘛重新来认捌家事。我相信。阿爸的心声，囡仔的心声，拢要伫主耶稣基督的听内面，成做一体，互相的了解，互相的陪伴，互相的相听，助力来祝福所有的家庭，伫上帝你祝福内面，成做和谐、美满、温暖的家庭。祈祷感恩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当有人在讲天父上帝是主爱上帝时，有的人
感觉讲靠命，天父是遐尔严苛。有人讲天父是遐尔严苛，有人讲无影啦，天父是足慈爱啊。啊，这拢是对伊的经验内面，对爸爸甲伊的这个关系中间来了解。爸爸的这个形象是甚物？也通过安尼来了解，伊的天父是甚款的形象。所以有人要甲伊邀请来食这基督徒，伊讲无爱。哦，啊，天父有伊白伊的所在哦，啊白就是老白来哦。我世间的老白就无遐听话，这白啊出现哦，我就讨厌他安尼哦。啊，所以。而且中间真侪人要引出人来信主的时，这嘛是也做一个阻碍。所以今仔日咱伫讲到伫讲，阿爸也是囡仔心声的时，佫一遍互咱重新来框架。我对老爸的这个形象，是毋是有甚物款需要调整？还是我对囝子的这个形象，是毋是需要做甚物款的调整？不过，重新来看老爸，重新来看囝婿，安尼，这个父亲节对咱来讲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这个代志。就是这个时阵，我依然爱将伊遐还佫有爸爸的啦，啊，上帝甲牧师甲你的爸爸，拢继续伫祝福你。我嘛感受到，有个人可能失去爸爸，总是咱的天父上帝、甲牧师，以及立伫天顶的老爸，把继续来祝福你。我相信每一个人对老爸的这款的印象无同款，就是只要老爸的人中意你。因为你还有机会通孝敬你的老爸，失去爸爸的人，你也能用孝敬老爸这款的心来疼伊四周围才会中过。我相信这就是父亲节对咱来讲的一个意义，而且这个世界上头一个父亲节。这个父亲节的开始，也是一个姊妹叫做道。这个姊妹因为失去老爸，在那个中间，为着要纪念老爸，也唤起全教会人来纪念老爸的这款的痛。后来，提供到底间隔这个社会，以及建议国家来设定这个父亲节。所以，在美国的这个所在，伫搭过啊，父亲节是伫搭过的时阵，总是伫台湾的这个父亲节，因受华人世界这个影响，啊，用这爸爸节，啊，用爸爸这个谐音来讲，这是一个爸爸节。啊，用这个爸爸节，啊，所以咱教会嘛用这个爸爸节来庆祝。不过，爸爸节不一定是礼拜节，所以大概都用爸爸节的进前较靠近的一个主日来庆祝父亲节。所以咱今仔日在庆祝父亲节，我看见咱来看见咱的细囝在咧唱歌啊，在弹琴，也是弄鼓的弄迄个箱子的时阵哦，箱乐的时阵啊，我看见咱迄个笑容，迄个欢喜。表示讲，囡仔可以伫这场合里感受到迄款的喜乐。因咧跳，看起来像无真济，就是乱中有序。好，那你看伊真快乐，也真欢喜啊。所以，伫这父亲节的时，咱做这款的时刻，对咱来讲是一个足重要。那父亲了伫个时，咱就。尽力来孝敬，尽力来孝敬，啊，这是咱
伊都感觉信仰是真重要的道理，也是一种加验婚的一个概念。所以孝敬啊，父母，这是咱的一个灵上帝灵验，也是圣经的教示。而且咱孝父母的时阵，咱孝敬父母，这是上帝给咱要搁有这个机会，要搁有机会。啊，咱卖亲像古早人啊，伫这个《韩氏外传》第九卷内底所讲的，讲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啊，时代了伫个时，咱若无把握这个机会，咱可能是死伫时代了的时，咱感觉讲啊，未知哦，我嘛较友好个。所以通过安尼，咱可以讲，其实伫咱的信仰内面有足济的这个啊，教示的爱咱来做这个孝道的这个代志。阿爸的心声，囡仔的心声，咱通过老爸的心声到囡仔的心声，三个来思考以外，咱别来思考圣经内面在甲咱讲，啊，老爸就爱安怎做，啊，囝嘛爱安怎做，啊，搁一边来做一个思考。啊，通讲就是用人的眼光来看，也用上帝眼光来看，用老爸眼光来看，用囡仔的眼光来看，啊，用上帝眼光来看。头一个，咱先来看讲，用老爸的眼光来看，这就是阿爸的心声。一般啊，做老爸人常常有时阵，伊心情较无好的时，啊会，伫含只囡仔这地位。就比较靠灰油味，啊，这个灰油味较有的时阵，囡仔佫无啥要听话的时，伊就讲：啊，我是一家之主呢，啊，一切我说了算，我给你吃，给你住，给你钱，给你读书，啊，我又不被你了解，我为了赚钱无闲，难得你无法通体谅我，我伫外面有只老板，同事无熟，可以。安尼去，啊，倒转来到地时，阁互恁遮个囡仔来去，啊，阁甲我讲话无见，啊，我现在做老爸遮无简单，啊，我所有一切安排，拢是，敢毋是拢为着你个好嘛？常常真济做老爸，伊迄个情绪来时，常常会讲遮个话，总是囡仔听起来嘛真袂顺。其实老爸在讲伊这款的心声的时，伊是所以讲的是啥物？我做老爸嘛真无闲，啊有时阵嘛真忝，所以我倒转来厝的时吼，我嘛爱较安静些，啊我在讲的代志，啊嘛爱人理解，吼、哦、啊我做老爸嘛爱人看到嘛，吼、哦、啊伊嘛需要囡仔。会晓存感恩的心，啊，知影老爸即款的辛苦，知影老爸忝，有时阵我嘛爱囡仔，会晓甲我洗奶，啊，囡仔头我弟弟咧，啊，泡一杯茶互我啉，哦，我心情就足爽快啦。老爸爱做的是讲，老爸咧讲遐话，目的就是咧，互咱也主动来。关心这个老爸，老爸虽然是大枝条啊、大樟树啊，总是伊嘛需要人关心。老爸迄款的情绪发展，目的是爱囡仔厝内人了解。总是咱搁来听这个囡仔的心声，这囡、個、仔的角度来看代志，可能就无啥想象。伊讲。你叫我卖讲话，啊，我嘛是家庭的一份子啊，啊，我哪会袂使讲话？啊，我嘛家己的看法啊。其实我需要嘛无济啊，我嘛爱有时间，爱你陪我。有时阵我嘛吼，伫学校读册，毛册底甲足重，要搁考试，啊，要搁爱练钢琴，啊，久歹练。啊，连这个灾变，啊，我实在是嘛压力足大个呢，啊，我阁无时间通佚佗，
人咧打电动玩具，啊，我嘛有时间，啊，转来阁互伊念念，互伊安尼念来念去安尼，啊，实在我活着嘛真辛苦。囡仔嘛有囡仔的想法甲看法，只是囡仔心声，伊所的表达的这么侪，是咧讲啥？是咧讲我嘛需要被预尊重，虽然我是细汉，只是我嘛爱受尊重，我嘛需要人安慰啊。我也需要人鼓励啊，我也需要人了解。其实你这话甲先生在讲一项代志，就是需要彼此来用双方的立场来了解。因为双方的立场无相像，讲话了解有出入，才会发生这款问题。譬如讲，咱即下做习惯人的人，常常。啊！伫看到这样书，啊，最近我甲一位啊朋友啊，在分享的是，因为咧参加青年，吼、哦、啊，在青年抓伫这个活动时期啊，啊，伫参加青年的时，啊，去了解我个，啊，伊碰到的代志，伫家庭的内面，啊，透中昼的中昼时间伫要到，啊，老爸就甲问讲。你吃过哪位？哎，对起啊，嗯。啊，老爸想讲，啊，这个伊一份，就是讲还袂食嘛，吼、哦。哎，还袂食，啊，我正在准备嘛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平常准备了，啊，准备了的时阵吼，啊，来时，伊也讲，无食呢，啊，物件看看呢，八宝牌呢，啊，就出去啊。啊，然后啊，饭就出去啊，谁人敢来食呢？侬啊，我着要有下朋友叫啊，啊要出来出来外口外别所在啊。囡仔嘛生气，老爸嘛生气。囡仔甲老爸，老爸甲囡仔应讲，会甲问讲，啊你食饭食饱未？你食饭未？伊阿应嗯，啊伊无阁继续问啊。啊，这囡，这老爸应，连这囡仔应，嗯，啊，老爸也应，嗯。啊，这个囡仔就想讲，这老爸了解伊的意思，就嗯，啊，安尼讲嗯，啊，唔唔知，唔知安尼。到时迄个时阵，老爸人讲，啊，唔吼，啊是你要当主家，还是我准备互你食？啊，囡仔就说煞在讲啊，可能伊嘛甲你应。啊！你就要继续讲，啊！是要当主食，还是要当外口食？啊！若继续讲落去，啊，就牵扯啊，这冲突嘛会发生。啊，这老爸应嗯，吼、哦，囡仔应嗯，伊嘛甲应嗯，啊，想讲囡仔嘛想讲伊了解，啊，老爸嘛想讲伊了解，啊，唔的意思就讲啊，我来准备安尼吼，啊，老爸就去准备啊，啊，去到准备，哦，安尼，迄个厨房的这吼、哦，超过40度安尼哦。啊，嘛是准备起来，结果囡仔无来食，啊，伊也受气，伊也受气。所以囡仔在讲，嗯，哇，你就要继续讲，忙落去啊。啊，老爸在讲，嗯，啊，这唔是咧，唔啥物意思啦，吼，爱澄清一下。啊，若无吼，啊，实在误会较大，误会较大。所以我常常在用一句话安尼在讲，就是讲，无了解会受误解。心会拍架，若了解、理解就会拍架。不了解被误解，心就打结；了解、理解就不打结。所以冲突都是因为无了解、误解，啊，伫迄个所在所引起的这冲突。所以阿爸的心声、甲囡仔的心声，伫遮所咧讲的是啥物？这是一个关系，啊嘛是一个责任。啊，囡仔有食，我做老爸人来给准备，啊，这是我的责任。啊，囡仔你讲安尼，囡仔安尼，啊，到我安尼，是迄个冲突，这是一个关系。所以我今日早起啊，甲咱分享的是，我昨昏伫我咧困的这个中间吼，啊，出现有四字词，就是讲关系甲责任，关系甲责任。所以我下天一早起来的时候，就伫这个周末顶面吼。关系甲责任，所以
阿爸的心声甲囡仔的心声，这是相关的。你安怎互这个关系重新来建立？你安怎知影讲我做老爸人，我做老爸有什么的责任？你做囡仔嘛有囡仔的责任，那咱互相了解，人知影彼此的这个立场甲看法，那安尼，这个阿爸的心声甲阿母的心声，这是一个快乐的声。那阿爸的心声、甲阿母的心声、啊，甲囡仔的心声，若有冲突，这是一个未爽快的声。所以，咱通过安尼来想到的第三项，这是是圣经的一个角度，这是圣经的心声，也是上帝的这个心声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讲，论做老爸、做囡仔人，爱重新倒转来到底上帝面前。所以今天看见这些孩子在吟诗，青年人在吟诗的时候，我感觉很欢喜，因为这些孩子是大人，欢喜将孩子带到上帝面前来。他已经减少很多冲突的机会，因为你也来到上帝面前，这些孩子也来到上帝面前，那安尼以同款的平台来去建立，迄个彼此的了解的可能性就愈来愈侪啦。安尼，大家人谦卑顺服伫上帝面前，用心来祈求迄个富足、祝福、家庭和睦的这款的相处。耶稣正做五家之主，过丰盛生命的这个家庭生活，这就是圣经内面。所以对咱讲，那圣经内面，咱今仔日有读的《以弗所书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啊，咱来看《哥罗西书》第三章的中间二十节左右，咱依然看到同款的这个圣经节。啊，伫这内面，咱分做讲几部分来思考，头一部分来看讲做囝子的本分，做囝子的本分。既然伫一个家庭内底有爸母，有囝子。那这做囝子的本分是什么？圣经内面甲咱讲，头一个就是讲爱听他，听从。那你想讲，哎，讲啊无道理，我是要哪个听？就是这个听从，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听从的意思，圣经内面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爱听，听就是爱耳听听，啊，不是听。是得爱注意听，注意听，然后才来应答，袂甲唔，然后才来去做，叫做服从。所以圣经咧讲听他的迄个意思，唔是讲摸不着边啊，老爸讲啥啊，你就听啥；老爸讲啥，你就听啥；老爸叫你杀死人，你就去砍杀死人啦。你爱听清楚。听，爱注意听，然后注意来应答。应答的意思就是有对话，应答来了解，了后去做。哎，这是做囝子，伫爸母咧讲话时，爱注意听，听清楚爸母到底是咧讲什么话。无清楚，就爱澄清，问较清楚。然后，因为了解父母在讲啥物话，来做回答，然后才去做这个代志。安尼，你才知影讲老爸是咧讲什么款的话，啊，迄个目的是伫啥物所在，啊，有啥款的方法，你不要做嘛，无要紧。比如讲，啊，无要安怎做。那安尼的时阵，你了解父母的这款的心意，安尼你去做，啊，你嘛欢喜甘愿，啊，欢喜去做。啊，做了阁对，啊，你也欢喜，啊，爸母嘛欢喜。所以圣经的内面，你甲甲咱讲这个听他，唔是讲沙无可惜爱讲一个，哈嘞，啊，就过去安尼，唔是，爱听清楚，问详细，然后来应答，再来服从这个代志。因为你啊，问听无清楚，问无详细，啊，你去做。有可能就做唔到，啊做唔到，啊一定是方面。所以，伫这个中间，爱
听谈有迄个误调，这是圣经的翻译上的有限性。所以，迄个意思有遐尼济爱做的代志，所以这个听谈是这个意思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，耶稣有讲一个譬喻，讲某人有两个囝，啊，伊甲这个大个讲，讲今仔日去佛堂做工。这个大个讲我不爱去，就是圣经记载讲我也要去。甲第二个讲去佛堂做工，伊讲伊袂要去做工，结果无去。所以伫遮，咱会人看出讲，到底你听是听啥物意思？是安怎即个大个伊会应无爱买下去？可能伫迄个中间，会字里行间的中间，伊有甲老爸伫遐做对话，了解老爸是爱做啥物代志。所以到最后，伊就去做，啊做了真好啊。啊，即第二个讲要去，啊讲要去，啊就出去啊呢。伊无了解老爸讲爱去做是咧做啥物，啊结果无去。所以伫遮咱看见讲听谈有听谈的迄个意义甲迄个过程。啊，第二，圣经直接讲做囝子的人爱孝敬，孝敬，毋是中文的孝顺，是孝敬，孝敬。即、這个孝敬伫圣经原文的内面叫做尊敬。敬重还是尊敬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荣誉、厌恶。意思是讲，迄、那个意思内面在讲，我对老爸这个孝敬是把老爸看作是一个有价值的、有价值的、啊有价值的，所以有看重的迄个意思在内面。在真多这优先次序的这中间，老爸的代志优先，老爸的代志优先，哦，这优先，圣经内底一个意思是讲，给老爸会当得到阳光甲荣耀。这是安怎？咱咧拍拼咧努力，嘛是给老爸得到阳光得到荣耀，你家己嘛得到阳光甲荣耀。这个孝敬本身是一个命令性，总是一个现代性，又是一个主动性。意思讲，要做孝敬父母这件代志，现在就爱做。哦，这是现代性。哦，啊，若无做会后悔啊。总是虽然是命令性，总是伫这个文化内底是一个主动的。啊，这个主动表示孝敬父母，这是我主动去做，主动去做。这嘛是耶稣基督的教示内底，讲有人逼你行一里，你爱甲伊行第二里，就加行一里。所以就是讲加行一里，而这个第二里呢，就是你主动的，就是你主动的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。这个孝敬本身是你主动欢喜甘愿来孝敬这个父母，父母是人有做唔对的代志，这是另外一回事。人甲代志分不清楚，若分清楚了后的事，你孝敬的是这个老爸，伊是生活的老爸，是这个人，伊做唔对，伊应该改善，是应该改善。所以这人甲代志嘛爱分好清楚，就是主动，搁是现代的这款精神。因最近阿爸搬厝，我伫台南阿爸等于屏东的这个所在，啊，阮要搬等于屏东的这个所在时，阿爸就等于看，啊，等于看。啊，等于看的是，看讲，哎、欸，啊，我要一个妈妈呢，哦，我要一个妈妈，啊，要安怎安排妈妈住的迄个所在？总是，我的太太无事，伊就讲，讲用最方便、最好的迄个动线，哦，还是最好的光线、最温暖的方法，
我妈妈困得较安稳，伊个气机会通较稳定。我想想，哎，正对嘞。妈妈若带了会稳定，哎，阮家就稳定啊嘛。妈妈若带了袂稳定吼，念念安尼，念念安尼，念念安尼，啊，你做家己个人，你敢带了稳定？绝对真困难。所以妈妈先安顿好势，互伊方便，互伊好势。事实了后，安尼这个家庭就会通稳定。我再来无事，定去买物件，是一半是给妈妈，然后阮两个才食一半。一个饼底啦，切一半给妈妈，然后阮两个才分着食一半。你讲什么？你讲这个代志是？孝敬是大人要知的事，咱才有机会孝敬。是大人无知的，咱孝敬也无机会。所以俗语在甲咱讲：在生一粒豆，较好死后孝二头。这是民间宗教在讲，总是伫圣经内面在甲咱讲，咱父母要知的事，咱就抓了迄个机会。啊，第二大项，咱三个思考。第一大项，咱是思考囝儿一定该做，就是孝敬来顺从，还有跪舔吼。啊，第二就是讲做爸母、做老爸这个本分，做老爸嘛要有本分啊，这是伊的责任啊，吼、哦，这是伊的责任。啊，要建立一个好关系，那是做老爸。嘛爱有一个伊个本分，啊，用上佳好个方法来教导遮个囝仔、遮个子女，用上佳好个方法来甲遮个囡仔相处啊。《幼说书》第六章第四节，啊是《哥罗西书》第3章31节，拢有讲一句话，讲毋通激囝仔个受气，毋通激囝仔个受气。中文翻译做激怒，激怒，激活的受气。啊、哦，当然，哥罗西书尾啊，伊讲免得惊起灰心丧气。我做安尼，你也嫌；做安尼，你也嫌；做安尼，你也嫌。惊起失去迄、那个的胆气。啊、哦，伫即个老爸本分内面头一项，爱先了解子女的即个意义。做囝子，像阿囝子我生啊，我要打拼，要安怎咧输啊？我的财产啊，圣经毋是即款的意思。囝子是受托，托来你即个家庭，互你即个父母来照顾。所以伫西方的即个世界，台湾嘛渐渐往即个方向咧行。你即个囡仔若生出来，即、這个毋是你的囡仔，毋是恁家庭拥有哦，这是国家的。这是国家的，所以囡仔的这个教育，国家会栽培。咱就看伊讲，先了解子女的这个意义。伫这个所在，子女的意思是啥物？就是完全依靠天父上帝啦，是把这个囡仔扩大到底。所有敬畏上帝、挖苦上帝人，拢包括在内。所以，这个囡仔有一个真重要意义，伊有一个属灵的老爸，天父，伊有一个，伊是一个有是一个属灵的老爸，就是天父，吼、哦。所以，你要伤害这个囡仔，天父无分寸。天父无分寸，因为这囡仔不是你的娘娘，这囡仔还是上帝，所以你要伤害囡仔啊是无分寸。虽然啊，伫民间宗教咧，啊伫民间的内面吼，啊有讲一句话，讲这天公阿囝，天公阿囝有当时来讲哦，爱哪像女的吼，都是叫这意思讲啊，这是天的，这囡仔是天的，哦，这囡仔是天的。所以真济父母家己个囡仔叫做天使啊，天囡仔，表示这囡仔是天的，
好、哦、是的。有一个老爸，他是基督徒，他有一日安尼吼，伊囡仔做了好事，啊真受气安尼吼，啊就要甲伊囡仔修理啊，哇，诶背大揪出来吼，就要甲推安尼吼，啊这个囡仔就走互老爸照安尼吼，走互老爸照安尼吼，啊老爸无奈介绍吼，啊这老爸较侪岁啊，那就袂啥对安尼吼，啊这囡仔嘛真调皮哦。哪走哪叫咯？耶稣啊，救命啊！耶稣啊，救命啊！那要搞到无？我按老爸煞安尼牵出来安尼吼，啊，迄个嘴啊煞讲袂回去安尼吼。阿妹啊，囡仔嘛是老爸的问题，总是嘛是天爸的啊。吼、哦，伊个也要有这款祈祷安尼吼。耶稣啊，救我安尼吼。囡仔毋是家人的，囡仔嘛是上。啊，做爸母的人是一个受托者，所以做爸母嘛爱受一个教育甲训练，免甲教惊。毋是讲囡仔生来你就有在让人甲饲，做妈妈嘛同款，要饲囡仔嘛，当有当时爱受训练，哦。啊，你教囡仔，即马有变做妈妈班，还是有父亲班？你教人怎样咧？你教囡仔，圣经内面你讲第二句叫做唔通急惊子，要激怒。啊，这个激怒这个字吼，伊是伫圣经内面是两字字连做伙，两字字倒起来。啊，这头一字就是讲伊现牛，吼伊边啊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即发生什么代志？这是我一定要看到，我很牛，这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加一个意思呢，加一个意思就是受气。啊，这个受气吼，就是有呢，正面是对上帝来受，负面是对肉体来。哦，所以这个受气，这个字吼。是两字字夹做伙，两字字夹做伙。啊，第一种的意思就是，因为我的缘故来引起这个气氛正歹。这代志明明是安尼，我伫边仔都看到，啊，这样代志吼，让我受气起来，吼、哦，我受气起来。那第二个意思，特别伫哥罗西书的内面吼，第二个意思内底三章二十八节这意思，除了讲有代志引起我生气、我愤怒、刺激以外，佫有一个真重要意思，同一字字哦，是鼓励意思。啊，因为圣经咧翻译的中间无法度遐尼精致来翻译好势，所以这个结。叫起迄个受气，当然是受气，无唔对。引起这个受气，总是佮一方面就是这个鼓励的迄个意思，鼓励意思。啊，那呢，含顶面在你讲，一个是对上帝来行，一个是对肉体来的迄个意思。那安尼，鼓励是当然是对上帝来的意思。哦，鼓励是对上帝来的意思，总是我受气本身。受刺激，啊！我受气，啊！伸手共骂，啊！共拍，啊！是共骂，这变作对肉体啦。所以，叫你迄个受气，有这两款的意思来了解。所以，中文的这个翻译，翻译做叫起惊异的受气是，讲到这个负面的部分，好、哦，负面的部分，啊。总是伫原文看是一个意思啊，是两字字安尼来夹做伙来形成，哦，发。而且来看伊讲，这受气本身到底是我的问题，还是囡仔的问题？有时阵做父母吼，安尼该反省起来是，有真侪代志是咱情绪歹咧发生。所以有人讲，你安尼发生的是。绝对唔通骂囡仔，甲拍囡仔。因你是你咧受气啊，啊
生气的时阵，对囡仔来讲，迄、那个伤害不止啊大。所以，伫孔子甲伊学生对话的这中间，啊，伫讲到伫这个颜回、颜回，啊，伫讲到伫伊的时阵讲，一不迁怒，不恶过，就是讲，代志发生这样代志，我将这个生气拖来放伫囡仔身上。我给老板去，去了倒转来时，我把门点一下，甲擦落灰。哦，啊，囡仔惊一条，看老爸进来，哦，面红盖盖安尼吼，啊，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安尼吼，啊，老爸主要就骂囡仔呢。啊，你今仔哪敢有去做功课是安怎呢？我囡仔吃委屈安尼吼，我就当做写一点钟的功课了，我今仔在咧看电视尔吼，啊，只要就方便安尼。所以这囡仔嘛真生气，一爬起了时吼，行去门遐，看到只狗就甲迁怒。所以圣经内面在讲的，到底你这样代志是你家己发生的，还是别人引起你发生的？那是安尼，拢需要做一个反省。所以你。金木季节意义来对，咱我相信，咱每一个做爸爸的人，是拢爱对正面、对圣神来的那边来帮咱。你的家己，因为你要选择这边的是来正面帮咱你的家己，这就是鼓励。你虽然受气，总是你要安那当作无受气，然后用积极的话。来讲出来，这嘛要学嘞，嘛要学习。有时阵哦，我要教囡仔时，我就哎嘛足受气来哦，啊我就讲，囡仔妈妈来讲，啊囡仔妈妈就来讲，这我处理，这我处理，你嘛要受气来。那现在看到这样代志，啊受气，啊咱就唔知头唔知尾，啊就受气，唔知，迄个受气就真侪伤。有一个囡仔，啊，有去因的那爸母的这朋友的家庭吼，啊，这叔叔伯伯就两两个红个好样，哦，啊，那提转来厝的时候，一手提一个足欢喜啊，足欢喜的，啊，这妈妈哦，看到这囡仔有两个红个哦，伊嘛想咧过来，现在。不是真正话，你看看这囡仔到底是有文章啊无文章哦？啊你要做一了吼，妈妈安尼啊，正看倒看，啊那你要正倒笑妈妈，还是正笑妈妈？你可能会选择正笑倒笑。这个囡仔吼，正笑起来是甲卡一嘴。这倒手底啊，打一嘴安尼吼，啊无了了是，得，摕一了给妈妈。你若你做妈妈的时啊，哇你两了，啊两了拢做假，我是卖嘛不来做去呢，就是啊，伊安心一个吼，伊就问这个囡仔，讲哎啊是安怎哩？能量这样加一嘴，啊，这样加一嘴。你讲妈妈，我跟你讲，这能量我首先唔知道就是阿甜啊。啊，我唔加了了，知影我只了加就变只阿甜，所以我就阿甜好妈妈。啊，意思妈妈啦，听到气起来了的时阵哦，就甲包了了是，哇，这囡仔好烦恼呢，这囡仔足烦恼。所以。当你要想一件事，去想一了解，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本来人囡仔是足好意思，啊，煞变作红的啊，啊，以后要安怎？哦，啊，最近啊，阮太太吴牧师吼，去德国甲阮查某囝过过来，过过来，因为阮查某囝还有大汉的。
诶囡仔咧吼，啊，因做伙伫安尼佚佗迄个、迄个玩具，积木的玩具，啊，伫遐吵，啊吵咧，啊就变啥物形安尼吼。啊伫摆的时阵吼，伊吵袂起的时吼，比如讲这桌啊，啊伊吵袂起的时，这拖伫外口，拖伫外口。到你外口，啊，我迄个孙啊，就将这个拔起来，甲插干，插伫内底啦。我无时就想讲，是安怎，我就插伫遮，你遐有我刷伫迄个所在。快着问这个孙啊，啊，你是安怎，你甲迄个外口迄个吼，啊，拔起来，啊，插伫遮内底。有吗？阿妈，我甲你讲吼，你插伫外口，伊叫哪过来？所以我甲迄个起来插伫内底，即个较安全。还是好呀，歹？好呀，歹？好呀！但迄个时阵，若无安尼澄清，还是讲白白囡仔搬斗阵做伙时，我插咧，你谁来甲我背下去检查？啊，敢是起冲突？所以白白即个受气，激怒自己。后壁圣经内面一个深的意思就是鼓励，所以阿妈看这个孙仔安尼做是讲，哦，阿你有够高诶，鼓励，第二方面你就来鼓励，这个囡仔就用迄个正样，所以激怒剂这个意思内底有对象的来的心的这个部分，有对肉体来的这个部分。那安尼，咱就选择迄个对象的来这个部分来教育咱的这个囡仔。有当时啊，咱嘛拢惊冲突，哦啊，卖讲啊，和平和为贵，和为贵，卖讲东讲西。最近迄个医生咧，诶，这个教育部长啊，受访问的时候。啊，这个皮诺，伊讲吼，阮以色列人吼是用正面冲突，啊，人拢看阮咧正面冲突啊，啊，有人是不爱冲突啊，对不对？总是吼，阮以色列人是安那当面冲突，就是讲，阮唔惊冲突啊，因为阮唔是要冲突，为冲突而冲突。我是咧想讲，这个冲突，我要安怎？既然有冲突，表示这有问题啊。我有问题了，是我是想讲，要安怎来解决这个问题啊？所以，会伫遐烧祭。啊，然后，因烧祭了，找出一个解决的办法。所以，伊讲，总之就是讲，以色列啦，以色列国。会当生存伫这个世界，是一个足重要的原因。所以，伫厝里有可能卖冲突啊，人甲人中间卖冲突啊，唔免惊冲突，是找出这个冲突的原因来解决这个问题。这就是圣经甲咱讲的这个正面的这个方向，正面的方向。那第二。第三个时间，圣经内面在讲啥？就是讲，你唔能去惊一个受气，然后来用主的教示来教示伊，培养伊，用圣经这个教科书来教伊啊。所以犹太人是文盲全世界文盲上低，差不多大家人拢捌字，因为因对细汉就开始读圣经。因为建国，蒙古两千几年，因为建国，嘛是因为读这本圣经才建国的。读圣经，捌字，知影字，会晓了解思想是甚物。所以，比如说书直接咧讲，做父母的人爱用主的教示、主的教训、圣经话来教这个囡仔。啊！要教这个囡仔，咱嘛得爱家己来做，哦，家己来做。那
第三大项，就是讲你如何来领受上界大的这个祝福。意思讲，老爸老爸心声，囡仔囡仔心声，圣经安尼讲，就是圣经每下甲咱讲的是带来予咱上界大的祝福。就是讲，你爱孝敬父母，你就通事事亨通。伊世上长过时，这是头一条加应允的。那你想讲，事事亨通，啊，事事亨通什么意思？迄、原来意思就是讲，应运而生，应运而生，拄着什么代志，就有生机啦。拄着什么代志，就有办法。迄意思就是，出现转机，还是绝处逢生。伫迄、石头坑的内底，都有好多人发生钱啊！钱，你危机就是转机，水到渠成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就是讲，这行通，事事行通，这行通就是讲，你一点到一点，你会通来完成；一点转到一点，啊，咱拢想讲，这一线上界近，这是有当时啊，一线无就拢上界近，吼。这原文较深的意思就是讲，互你拄着这个代志时，拄着代志时，迄个好事会发生伫你的身上。这个行通是对上帝眼光来看，咱一个人爱去想，用远距离，还是近距离，还是标准的，还有一个就是广角。广角就是看得到，真贵的人拢看到，广角。啊，所以咱比比一点空拍，拢清楚，拢清楚。那这个爱会晓以白的人吼，讲一句拜拜啊，来到你迄个手的顶面吼，迄个拜拜啊会卖伊命啦。这叫做行通，咱毋是咧讲外教的意思。讲什么代志来到你的心上，歹事会变成好事。在你的人生内面，把人看作不好的代志，总是对来到你的面前，你依然来欢喜快乐来过你的这一生啊。啥个重要？你背后有上帝在掌管。这副人生的牌啊，不是你咧行。是上帝在遐在掌管你的一生。我要去台北，因为有机会在台北爱总会爱开会啊。迄个时阵是坐飞机吼，即嘛有即个高铁较方便，坐飞机飞机场上山去到总会嘛有一段距离安尼吼，有一边我落飞机场了的时阵。这计程车，我看计程车吼，四就入去安尼吼。哇，你是安那我走这个，这样歪来歪去的路安尼吼。伊讲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时间，我若走伫线，迄个所在嘛塌，迄个所在嘛塌，迄个所在嘛塌，所以我跟你走的是上干净的路，这就是行通。所以上帝要互咱来看，甲上帝来看。用上帝眼光来看事，就真做真水的一个方向来。第二就是长过寿，啥物长过寿？咱拢想讲啊，食百二岁，叫做叫长过寿。圣经内面是啥意思？就是适当的时机，叫做长过寿。适当上帝分配你的时间，这个机会。的时间就是两回事。上帝甲阿伯拉罕讲，我要祝福你，你要给你万族万民来一个福气，就是甲伊个祝福刷到伊个子孙，这就是两回事。所以唔是你活偌久，所以林肯总统伊安尼讲，是一个小说会好甲歹，唔是两下底，是内底精彩阿无精彩。这完上帝祝福在咱每一个人身上，不然真正是一个受祝福
你的人生是一个精彩人生，咱上阿头。先来祝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主爱永远伫在你的信息到完世代。我相信，我每一个人拢活伫上帝你的疼内面。伫爱我的人生，真侪得胜的人生，我人生真侪受祝福人生。愿主你帮助我，也要孝敬许多人，也要顺探上帝你的命令。愿我祈祷，靠耶稣的名。阿门。